击退了入侵的恐怖分子，重整基地内剩余的防卫力量。跳起！战胜敌人，光有勇气可不够。你好，指挥官。除了战争，我们别无选择。跳起来吧，朋友！让敌人在我们的炮火下。报告，指挥官，我们已经彻底剿灭入侵的恐怖分子。真是险过剃头的战斗，希望这些运动量能让您食欲大增。刚才只是开胃菜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我们会把你们搅成肉末。敌人太多了，我们需要向政府求援。总部，总部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你好，指挥官，我们收到了你的信号。我们拥有强力的武器，可以将恐怖分子一网打尽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很好，对付敌人不能手下留情。核弹已就绪，准备发射。三、二、一，发射。一场漂亮的战斗，现在让我们返回基地，请点击基地按钮。要建造部队，我们需要修建一座军工厂，请点击空地以修建建筑。请点击军工厂按钮，请选择建造，可以免费建造，还在等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在军工厂内生产部队，请点击生产按钮。时间紧迫，下达指令，立即。燃料充足，全速前进。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，消灭更多的恐怖。跟随任务提示进行，请点击任务栏。现在是时候升级指挥中心了，可以免费建造，可以免费建造，还在等什么？随着指挥中心等级提升，将能解锁更多重要的建筑物。恭喜你的指挥中心，请点击领奖中心图，一些特殊奖励通过这里发放。指挥中心每升一级都会有。现在关闭界面，返回基地。免费建造，可以免费建造，还在等什么？恭喜您的指挥中心升，请点击任务按钮，点选待完成任务。每日任务完成会获得积分，达到相应，请点击任务，请点击领取按钮。炼钢厂建造完成。钢厂建造完成，农场建造完成，炼油厂建造完成，能源基地建造完成，农场建造完成。
指挥官，修理厂能够请点击修理按。上次被恐怖组织攻击，有些请选择权，等待您下令修理。哈哈，损坏的不点击返回按钮，返回基地。金库建造完成。请点击扫描按钮以启动雷达扫描，发现敌人，是否迎击？侦察到敌方高阶战机。注意，无人机遭到攻击。侦察到敌方高阶战车，敌方高阶战车被击毁。请点击扫描按钮以启动雷达扫描。侦察到敌方高阶战车，
方高阶战车。任务失败。